大家好，我真名叫阮文泰，我是高登的鸡丁。Facebook 多嘢讲啲咯。独特、悲凉、孤单，其实节日是真的会容易啲嘅。肥啊，口臭啊，有臭狐啊，我行高登体验出嚟嘅。好惨啦，样衰啦，皮肤唔好啦，一个大男人玩呢啲可能好性感嘅女仔公仔啦，出街食饭嗰啲，做咩都自己一个人咯。独男嘅代表系根本无助，自己一个人咁样走去爬山咁，而家都好少人会自己一个人走去行山。未进化嘅阿元，佢连街都唔出啊。迪神咯，迪神，其中佢有一样嘢独咧，就系行山啊。好多女对佢好有兴趣。呢件事我真的要向他學習一下。讚美嚟噶嘛，應該係成為一個獨男，就係話佢同女性嗰個溝通唔擅長嘅。咁但如果佢話你係扮獨男，但其實話你係同女性溝通你好擅長，咁所以係讚美嚟嘅呢個。好多人有時都會留喺度可恥啊，但係我係幾中意呢個講法。話你口賤啊嘛，咁我哋認啦。而喺裏邊嘅討論又係話，高登根本冇女，啲女全部男人扮嘅。以我嘅認知咧，不乏好多美女嘅。以為我係演專家的神都幾誤解。對我最大嘅誤解，可能就是以為我好毒咯。其實我想不到有啲咩咁毒。每個人都會有毒嘅一面，同埋冇咁毒嘅一面，爭在毒性有幾強咯。通常覺得我好多 friend 咯，成日都約啲女仔出街啊嗰啲。欣怡咧，呢個女人勁啊，泵漲又得，覆水又得。我心目中的女神咧 ，GFriend 啦、Twice 啦、少女時代啦，香港嗰啲完全看不上眼。心地好咯，善良咯，你街心嗰啲咯。有冇拍過拖啊？咁要諗咩？不如當冇啦。我成日串啲女啦，串到佢喊啊，叫佢唔好咁休富忍地震。呢方面咧，屋企太亂，安全感喎。去台灣啦，越嚟越難生存喺香港。網上嘅世界又難生存，高登啊、連登啊，佢啲主題唔好睇。去到高登咧，又好似冇乜人睇咁樣，好似好灰。簡單單、平平穩穩就係我嘅夢想。環遊世界咯，唔同國家玩咯。追女仔成功，因為而家都仲係失敗嘅，能夠成功嘅話就係一個幾大嘅鼓舞嚟，咁都得咁樣。